他的父亲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会不遗余力的和他对抗到底。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，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。各位，以前因为我父亲身份的问题，你们怀疑过我，甚至看不起我。但是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，我想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。如果今天你们信得过我，那就请放过他。我董海文可以以任何代价为我今天所做的决定而负责。参谋长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可能活着从大雪山走出来。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。参谋长，我也相信你。我们都相信你。吴当家，当初您那么抱段江龙都没保下来了，你看看董海威的威信可日益渐长啊。大哥，你真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平三，既然大家都相信参谋长的话，我看这件事呢还按以前那么处置，继续关押。团长，您的意思呢？团长啊，啊，那个先把他关起来吧。小凤，小凤，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哎呀，董海文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，这手里把着一个，心里还惦记一个，这家里边还藏着一个，正烦着呢。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？再烦我的话你也得听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想让你受欺负受委屈。你看那个董海文，他没命的去护着那个女孩，还说和那女孩是好朋友。他蒙谁呢？他把咱们当猴耍呀、啊！而且你为了他把你的手差点都给废掉了，他还对你这样，他还……小凤，你自己掂量着看吧。这是我托孙管家做的草药，你擦擦吧，对你的伤口有好处。用不着。还有，谢谢你救我。没事就快滚。真生气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擦枪啊。你别对着我擦呀。干什么呀？走不走？不走可就走火了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哇，哪来的肉啊？哎呀，这是附近的寨子里的老乡啊，听说咱们独立团打了大胜仗啊，就杀了一头猪给咱们送过来了，这是慰问犒劳咱们。太长时间没有吃刀肉了，我这嗓子眼里都能伸出手来啊。哎，
洗手洗手啊！对对对。哎，你这干什么呀？暂时保密，到时候保准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来来，哎呀，哎，烦死我了！春叔，你不知道，我好多次晚上做梦都闻到肉香。快吃吧。哎，您吃了吗？快吃吧，少爷。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参加了革命，以后你就别叫我少爷了啊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今天就想这么叫你一声。可是如果我要是回来的话，你答应我，你要跟我。思琴，以后这个抽屉就不要再打开了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司长。什么事？松田将军驾临，请你马上过去。记得吧，炸即将大桥之前，我跟你说过，只要炸桥成功，我就送你一个大礼炮。今天啊，我是来兑现我的承诺的。待会儿我把这礼炮点着，满天飞舞，比那个蝴蝶漂亮多了。看着啊，胡小凤，你要不要也来凑凑热闹呀？我怕被炸死，你离远点，别烧了我的房子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你还是把这浪漫留给小凤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有一个大家伙等着瞧。
不好意思啊。瞎火了吧？我还等着他冲上天呢。别幸灾乐祸了，改天我做个更大的，吓死你。走着瞧吧。悠着点儿。我想说什么，你应该知道。铁路被炸，战争差一点被暗杀，敌军大厂被毁，我难自己救。还好你有自知之明。作为一个武士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去做。站着，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站着，你想做没有？他的他呢，故意把炸药信息放在白天，而不是隐藏在晚上。只是让您在做之前亲眼看到大炸被炸，激怒您杀死我。如果这样，咱们就上了他们的当了。将军，我熟悉通战的敌机结果，我坚信自己是西西山地龟计划的最佳人选。请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。战争，惠子还在独立庄的人手上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能走。请你给我挽救惠子。也许挽救整个山地龟计划的最后机会。最后一次，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月，我不走了，我要亲自在同江督战。从现在开始，倒计时计算，如果你失败了，那就用武士的方式自行了断吧。谢谢战争。冰山对你们的事情很重视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不能用情感代替原则。一个革命的无产者，他们的爱情首先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之上的。古振堂他优点很多，但是他的缺点也是致命的，我怕你迷失方向，你要想清楚。我知道，我会把握分寸的。好，思佳，回城那个老家伙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真想杀他。雨山呢？给他治杀阴阳液。思佳，有那个必要吗？黑门去，我依然是家里的最高指挥官。啊，快！根据蝙蝠的情报，我们要的矿脉图可以成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。在此期间务必保证他的性命，明白了吗？
你还好吗？阿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我都是学工科的出身，曾经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，要不是家长战争，或许我们会成为朋友。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人和畜生何谈朋友？把盖了，安静点，把门关上。哈桑，你的日语很好，我们可以多用日语回话吗？你不要忘了，这是在中国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，中国人要说中国话。你不是说我吗？科学是没有国界的，像你这种著名的建筑力学专家，不要完成了学习的政治漩涡的脚。我以前是这么想，不过这几天你们这些日本法西斯的兽性彻底摧毁了我的迷梦。我非常理解你科学祖国的良好愿望，理想两国一台水应该共同一心，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。这一点我和先生是一致的。你错了，咱们不一致。我也错了，我大错特错了。这几天，你们让我彻底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。你们杀害我们中国人，甚至在杀害我们这些科学家的时候，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，毫无顾忌。你们也让我知道了。你的入侵根本就不是什么共荣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占领，是亡国，是灭种。我干！司长，你这个中国人，想见你老婆，我一刀就可以劈死你。雷梦，别小心。何先生，你错眼了。对何先生家里发生的事，我表示很遗憾。我这次来看望，只是准备亲自把何先生送回家，隆重祭奠祖父了。以便重新开始我们的合作。合作？我把自己亲手设计的大桥炸了，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们重新修好，继续运送军火和弹药去屠杀我们中国人？不，在下另有一事相求。尊夫人的大哥东耀宗不幸身亡，他生前有没有把什么秘密告诉尊夫人？我们的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吧。你这么说，你是不想给我们合作了？你知道不给我们合作的下场吗？哼，我早就想到了，无非就是一死。那好，我成全你。子谦，难道我们真的要杀死何一成吗？他是贩卖者的唯一线索，你说呢？那您的意思是我该就是他，东海岸不会失手旁观的。一旦我们攻击东海湾，还怕他不说？另外要达到贩卖者，他和东海人缺一不可。
海文哥哥，这给你，请进吧。请坐。这段时间你受委屈了。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我担心我的父亲。你的父亲没有因为大桥被炸而被惩罚，你放心吧。是不是夹在我们两个中间特别难做？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好。这种情况恐怕不会再持续下去了。听说这个叫何以琛的是个大学教授，那金江大桥是他设计的。他们连这种人都杀，简直天理不容，你早死了。城里现在到处贴着处死何以琛的告示，日本人准备明天在济江大桥桥头处死何以琛。这是鬼子给咱们下战书呢。东海文知道吗？我还没跟他说。通知大伙开会，讨论一下如何营救何以琛。你还要救他？为什么不能救他？他是董海文的姑父，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啊。正因为他是董海文的姑父，我才要救他。大哥，你这几天怎么了？你还嫌那个姓董的小子不够烦啊？整个独立团都听他的。嗯，啊，兄弟别上火，我心里有数啊。通知大伙开会。松田没有处死小藤俊。既然这样，我看就干脆暗杀松田。这么高级的将领一旦死在我们藤江，小藤俊同样难辞其咎，一样可以置他于死地。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我跟上级联络，希望在藤江地下党的帮助之下完成这次暗杀计划。好，我马上制定一个周密的方案。好。另外，我有一个消息，小鬼子要当众处决你的姑父，在后庭。海伦，你先别太着急，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如果不是我去找他问大乔的心脏，日本人不会找上他。是我害了他，害了我姑。既然是独立团的人把你拖下山，你放心，独立团不会不救他。团长，小藤俊贴出告示，那分明是想引咱独立团上钩啊！你不是想自投罗网吗？你自投罗网也得投，不救何以琛，这不仗义，不是我古振堂干的事儿。为了救跟咱独立团毫无关系的人，搭上咱全团的人，我不同意。停下，谁说他跟我们独立团没关系？我提议。下决心马上下山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团长说的对，不管何以成是不是参谋长姑父，咱独立团给人家惹的祸，咱独立团就得负责。这一仗说什么都该打。我同意许副团长的意见，我姑父要救，但是得我一个人去，不能为了我姑父一个人让整个独立团去涉险。你一个人去，一个人那才叫自投罗网，那也比大家都去涉险强。少他娘废话，你是信不过我古振堂的，还是信不过古振堂的队伍？你要是信得过我古振堂，我告诉你，独立团所有人都是你救出来的，他们为你卖私命，没有人觉得冤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一个人去你有把握吗？你要是没把握，你姑父就得死，你姑父死了，你怎么样对得起你姑姑？团长，就这么定了。至于营救计划，咱们再议。
我就给你一个密码。 哎呦，师爷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啊？我刚刚又算了一卦。嗯，此一仗凶多吉少啊。你的意思，我不该去？不，你当然得去。哎呀，师爷，你算是算在我心上了。 不算百分百也能猜出几分吧，说来听听吧。董海文这小子最近在团里威信见长，要让他对你不构成威胁，那必须把他拉拢过来。嗯，这次你替他救何一成，就是最好的机会呀。师爷果真是师爷，不像韩风啊！不，大哥。 说坏话了，说你坏话了，夸你呢。大哥，意思我明白，这回就把那个姓何的救出来不就得了吗？师爷，还有另外一层，你算出来了？还有一层，矿脉图。对了。 董海文的姑姑只说出了矿脉图的一半，还有另一半在董海文的姑父何以成身上。我们谷家世世代代就连做梦都想得到矿脉图，啊！我可不能让他白白的埋在地下。要想成就谷家的大业，这个矿脉图可是个宝贝啊！所以呢，我救的不是何以成。 是矿脉图。司长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无论古振堂从哪个方向进攻，他都是死路一条。报，松田将军到。将军。 深夜莅临，友好信使。听说后天，你要杀那个桥梁专家何以成。苏生，并不是真的想杀他，而是想利用他引独立团到东海门上钩。引独立团上钩？一旦打起来，子弹是不长眼睛的。 打死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想过吗？那将军的意思，我要把他保护起来。我们的桥梁专家山本自杀了，帝国缺少这样的人才，帝国的圣战更缺少桥梁专家。杀了他，以后的桥谁来建？ 矿脉图，你们还想不想得到？这个人顽固不化，也难为我所有。顽固不化，那是你没有做通他的工作。做不通工作者都要杀吗？我要把他从监狱里接出来，盛情款待，然后。 用专机把他送去日本。海文，哎，思琴，上级交通员来了情报，说你姑父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。哦，什么变化？松田十分器重你姑父的才华，所以制止了角藤郡的处决计划。 亲自从监狱把他接了出来，安排在同江饭店，想要说服他帮他们建大桥。松田那是在做梦，我姑父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当汉奸。这正好给我们营救你姑父争取了时间。关于营救计划，海文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既然现在是这种情况，那就不用着急了，先暗杀松田，再营救我姑父。我倒有个想法，既然松田经常和你姑父接触，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层关系，在营救你姑父的同时，完成暗杀松田的计划？有道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松田身边警卫林立，要想公开的刺杀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需要大量有关松田的情报，什么兴趣爱好、生活习惯等，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暗杀计划。营救计划取消了？哎，松田那个狗日的看是何以成啊，他枪下留人，整天对他客客气气的，还把他接到大宾馆。你说这人一有了学问，他走哪儿都受人待见。你就说炸大桥，明明是大哥你炸的，凭什么把功劳都算在董海文身上？他不就发明了一个什么氧气瓶？你瞧赵政委把他表扬的，这枪林弹雨冲锋陷阵，这还都是咱们兄弟们呢。行了行了，少说两行了。我也看见赵政委和这个参谋长在一起嘀嘀咕咕的，不知道捏过什么事儿。你不说风凉话你会死啊你。刚刚接到练虎的情报，对立团正在全力以赴暗杀松田将军。暗杀一旦成功，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保护将军。此战现在保护将军难度比较大，将军的活动面太广了，这几天频繁的接触姓何的老头，还屡次请他吃饭，都被人家拒绝了。拒绝的好，将军一旦出去吃饭，咱们的警卫难度就更大了。我了解董海文，只要有一点空子只会被他钻进去。我会通知蝙蝠密切监视独立团方面的动向，你们也要做好准备。好。政委团长，上级已经把松田的情报搜集过来了。松田这个人是职业军人，日常生活十分严谨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空子可钻。他的住所戒备重重，想要潜进去是不可能的。我就不相信他不出来，实在不行的话我带一路人马混进城去把他给杀了。小藤郡对松田的保护是重中之重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。哎呦，你个闷葫芦，你说句话呀。我仔细想过了，城中戒备森严，无论是暗杀还是营救都困难重重，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调到城外，在城外实施行动，这样的话把握大，损失也小。那我们怎么把他们调出城外？看来只有等机会了。何先生，对于夫人的遇难我非常抱歉，都是因为属下一直对我隐瞒，要不然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。哼，因为有你们呢，这里的悲剧太多了，你根本就不用感到抱歉。生日快乐！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核桃酥，每年生日我都送你这个，我知道你喜欢。Thank you.
是我陪你过的最后一个生日。这块土地太乱了，在这儿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的生活和我的一切都属于建筑，只有在那儿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。你就当我是逃避，我要找一个没有国界、没有战争的世界。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在日本，在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，我们都会为你准备一张书桌和一个实验室。我还有个愿望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要到我和山本兄共同建造的大桥废墟前看一眼。情理之中，情理之中啊，我尽快安排。如果可以，我将亲自陪同你前往。海文，秀美，松田已经同意陪你姑父去看大桥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坐。好是好。事情总算有了进展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小藤俊一定会派重兵护送，以我们的兵力很难对付的。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是用我的老本行，用地雷对付他们，只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好招。你慢慢想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以小藤俊的算计，他一定会阻止松田去。万一小藤俊代替松田陪你姑父去看大桥的遗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小藤俊一定会劝阻松田，但是我有办法让松田不得不去，这就是我的计划。只有你的，海文。好，我马上通知地下党完成这次计划。黄先生，这是您要的安眠药，这是您吃药用的勺子。您不是说您经常睡不着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何先生，对不起，上面有命令，不要让我们这帮下人难做。检查吧。行了，谢谢。好吧，哎，早啊！东森部长也没招了，没招了，出来转转，好好想招吧。你去哪儿啊？出来转转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顺便开开脑子。不怕惹人烦呐？别废话，走。行了，你起码有进步啊。那是因为你退步了。我哪儿退步了？哎，想出办法了吗？快了吧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自从你不在我屋子里晃悠，还真有些不习惯了。我在的时候你可没少给我脸色看。哟，你还挺记仇啊。那当然了，所以你别惹我，小心我记你一辈子仇。哎，小心前面有悬崖。我才不怕呢。是前提。等等，你把刚才的步子再走一遍。